好，我们今天还是讲往生弥勒菩萨的这个都在内院的这个问题。前两天还是讲故事为主了哈，这大概讲了一下，不算正式。今天呢，就讲的就是比较正式的一个修法啊，还有念咒都要讲，这个咒怎么吃？那首先讲一下往生都在内院的条件。 这个往生兜在内院呢，汉地的净土宗里面，嗯、呃，也有往生兜在内院的修法。净土呢，都有心愿性的问题啊，无论是兜在内院还是西方净土，都有心愿性。藏传佛教里呢说，这个往生净土呢，因素里面主要从无力的角度讲啊，我们是从心愿性三个角度。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第一个是讲信信心，信心就是要、呃、祈祷一子力。第一个是对净土的信心，以对上师、佛陀等之一子心啊，对净土要有信心，的，你相信它确实有啊，是完全没有丝毫的怀疑。然后对上师三宝的这个意志力。 我们要是往生弥勒净土呢，也是一样啊，要对他有信心，一心一志，这个就是意志力。还有一种自信力，里面有个叫决定力啊，决定力也是一种信心的一种表现，就是你决定要去，这个力量要很强啊，决定力的这个作用很大的。五力里面有一个力叫决定力啊。 呃，这定力包含在信心里面，因为信心具足的话，就决定要往生啊，一定要取是那个意思啊，不做他想。还有呢，修净土呢，就是最好修一个净土，你不能两个地方都想去，那不行啊。哎，今天修弥勒净土，明天又修弥陀净土，这两弥弥的不知道弥哪个啊，是不行。 第二个是发愿力啊、呃，发愿力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强烈的心愿去净土的话呢，就没有往生的动力啊。所以呃，自心猛力的发愿往生净土，这种强烈的心愿是策发我们修持的一股动力。这个愿力呢，呃，包含了菩提愿，包含了祈愿。一个是呃，经常要发愿啊，发愿要去；还有一个呢，就是。 发菩提心，因为发愿往生净土，必须是以发愿菩提心作为基础的，啊，这是肯定的。大愿死后升天，那个愿呢，也是有条件的。那么你以什么为条件呢？你要行十善业，是不是？往生都在内愿也是一样啊，是往生佛的任何一个差图啊，都是条件是差不多的，啊。 如果说没有出离心啊，就想往生都在内院，那是不可能啊。假设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人去西方了。这么简单就去都在内院都可以见到弥勒菩萨了，是不是？那还有谁去西方净土啊？没有人去了，大家都去弥勒净土了，都可以见到弥勒菩萨，还怕成不了佛？是不是？我想，如果条件这么低的话，就不需要去西方净土了。佛也不会跟我们讲西方净土，都叫我们去弥勒净土。 连出离心都不用修，念念弥勒菩萨的咒啊，就是天天拜一拜、供一供就可以去了，那么简单，就不需要去西方了啊。其实四方的刹土啊，只要是佛国啊，它的往生条件都是差不多的啊。有不供的条件，就是你对这一尊佛，就是你的本尊，你喜欢修的这个法门。 你像那个格鲁派的这个宗大师哈，他经常可以见到文殊菩萨，但是在昨天开始里讲到，他是弥勒菩萨的心间化现出来的啊，所以宗喀巴大师最后还是回到弥勒菩萨那边去啊。所以我们汉帝呢，你应该说，嗯、啊，特别是文殊菩萨的弟子们哈、啊，大部分都愿意去弥勒净土啊，一般是这样子啊。 嗯，那如果是对观音菩萨特别有信心的呢，他就一般就会想要去西方净土，啊，这个就是缘分的问题啊，就是你过去世呢，你是跟着弥勒菩萨、文殊菩萨学的呢，你还是跟着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学的，这个就是不一样。第三个是对治力啊，对治力呢，主要是指见六道苦而愿处理之心，也就是说，对治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处理性。 对治我们留恋娑婆世界。如果你呃有很多的白发种子啊，就是有很多的资粮，但是呢又有很大的愿望，呃要往生西方，修持也不错，但同时却对六道执念不舍，是很难指望成功往生的。就是出离心没修好呢，往生净土呢几乎是不可能。一定要把三苦要修好。 这里说处理心十分十分重要，因为它对峙我们执念六道的心。我们不能够止于对处理心有少许的认识便满意，必须致力培养出真正的猛烈的处理心，否则便如缚脚之鸟啊，徒有羽翼啊，就飞不起来啊。你有翅膀啊，呃，羽翼很好，但是呢，脚被绑了啊，绑了脚的鸟，你能飞得起来吗？是吧？没办法飞起来啊。 上次过去讲一个故事，说这个老鹰抓小鸡的故事啊。在这过去的人为了捕那个老鹰呢，就把那个小鸡放在一个槽里面啊，挖一个槽。哎、啊，小鸡放在里面，那个老鹰就下来抓那个小鸡。哎，它抓着小鸡的时候，那个脚沾不到地，两个翅膀就趴在地上，那个脚又沾不着地，老鹰就飞不起来了，飞不起来就被逮着了。 啊，一样的啊，你说老鹰再厉害，起飞的那一刹那，你要是找不着地，就飞不起来。这一刹那最重要了，就是相当于触地心啊。你脚不着地，嗯，就是没有办法起飞。我们的触地心就是这么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啊。这段开示是嗯一个大德讲的了啊，里面也有《起足轮波节的开示，《起足轮波节呢是那个格鲁派的一个大德啊。 嗯，他的衣柜，格鲁派嘛，它主要是弘扬这个弥勒净土的，啊、嗯，格鲁派弘扬弥勒净土比较多一些，但是它也同样传西方净土的那些法门，这也传哈，啊、看因缘，大德嘛，他是不会去执着哪一个净土的，他的传法主要是根据众生的因缘。 临终时，我们要放下对亲友财产的依恋，否则即使净土法门修的再好，啊，也是像脚啊缠了铅球的小鸟一样飞不起来。后面是串习力，串习力是对净土及其法门的熟悉，啊，就是熟悉力，啊，要时常的串习，这是往生净土的极大助源有了它，便能不费力的轻易往生。 举个例子说明哈，如果你十分喜欢某个人，你会在梦中也梦到他，或者清早乍醒，无需经由任何人提醒，脑海中第一刹那便会想到他的形象。又或者，你几十年来都在工厂里做同一个岗位，每一天上班你都很自然的工作，不需思索便能完美的做到该做的事。这便是熟悉的功用，在日常生活的。 行咒作我中，我们持续的施集净土和所修持的净土法，便能在意念中熟悉，在死的时候便能够不费力。啊，因为长期习惯而自然地运用上平时的修持。啊，让我们屡屡串习。啊，念念他的心咒。最后一个是白法种子力，这个种子力呢，包括了任何能够令我们生于净土的因缘种子。 那譬如布施啊、供灯啊、供香、供花、持戒、放生、造佛像啊，但我们要弥勒净土呢，我们就要造弥勒佛像啊，嗯、就是，意念这个佛陀呀、啊，持诵佛咒啊，所以这些善因回向往生净土啊，这善行呢。便是白发种子，你要往生这个净土的话，你平常做的这些善行呢、啊，都要跟这个净土有关系。 如果不善于做回向的话，或者发心不正确的，顶多只是生于天界或者人间。故此呢，我们即使在供养一根短短的香时，也要回向往生净土、之目的，一边积下一个小小的往生之意。富有的人呢，啊，随时都可以买机票出国旅游；但穷人呢，在努力上班，一点一滴地把钱存起来，存到钱够了才可以旅游。 同样的道理，一些大修行人要去净土，那是易如反掌；但凡夫则必须努力积聚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善因，把它们一一回向，才能有一天到达净土。我们凡夫大的修行我们办不到，只要好好努力积聚这些小小的因，积聚的越多越好。在知道自己快到寿终时，我们更应该广作布施、供养三宝，多积白法种子。 啊，所以说网上任何一个净土五种力量都得有，啊，遗址力、呃发愿力、对治力、串习力啊，白法种子力啊，总的来说都是信愿行，我们汉地叫信愿行，内容差不多啊，这五种力量呢都不能缺，啊，这个下面呢就是大概有这样的开始啊。 有人呢说兜塞净土离我们的这个世界比较近，所以叫西方极乐净土，交易往生。也有人认为兜塞天只是天界，并非佛土，所以不应求往生于其中。这些观点哪一个才对？这个大德就回答哈：净土以我们的距离呢，并不成为易证或难去的因素。啊，要达至净土呢，需要的是出离心、武力。 及集聚往生之因，并不需要交通工具，啊，跟远近没有关系，啊，西方净土十万亿佛土以外，啊，那个兜率内院呢，就是离我们很近，啊，就在我们这个世界，但是呢，往生的条件都差不多。事实上呢，佛经上所说的净土所在，乃权意为凡夫理解而说，都在净土的确较接近我们的世界。 我们也与他有密切的因缘，但地理上之接近，并不一定代表教义往生。啊，这里说得很清楚哈，并不代表教义往生。佛陀亦极力提倡极乐净土法门，所以众生要往生其中，也是教有因缘的，并不能说因为都在较近，就会教义往生其中。都在天的确是天界的一部分。 所以有一些人说啊，这个兜率净土容易啊，比极乐净土容易，这种比较是不对的啊。你们以后看了，凡的这种比较都是不对的啊。佛的净土不能比的啊，各有因缘，不能说哪个更好或者哪个更容易去啊。兜率天呢是天界的一部分，六道众生天道转生，这个。 不是三宝弟子所应视为往生目标的地方，兜率天上有一个内院，是弥勒住持的地方，也称为兜率内院或弥勒内院，它是一个佛化的净土，与兜率天完全不同。兜率天是凡夫六道之中，兜率内院则为净土，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我们可以发愿往生于兜率净土之中，却不应发愿生于兜率天中。啊。 你不要发现生意都在天了，都在天就是凡夫，啊，都在内院没有女人的，都在天到处是天女，你麻烦了是吧？你到时候在天你就跑不动了就，啊，好多，啊，好多天女围着你。要生育都在内院必须积聚往生之因，共同的因就是出离心啊、一至三宝的心啊，以及武力，不共的因呢包括。 供奉、塑造弥勒像啊，佛像做饶行啊，或顶礼供养啊，持诵弥勒佛的这个名号或者咒语啊，念诵与弥勒有关的经典、啊，还有修持弥勒菩萨的仪轨啊，或都在百真仪轨啊，啊，这个都在百真仪轨，挺长的。嗯，你们要是特别想修这个法的人，以后可以给你们讲这个百真仪轨啊。 比较复杂，嗯，也可以简单的衣柜啊。<noise> 我们这个元音上是呢，也传了磁世咒。嗯、呃，磁世咒呢，嗯、呃、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两个手这么交叉的、呃，右的手指都在上面，左手的手指在下面，这样抱在一起。 然后呢，两个大拇指的平行放在一起，压住右食指。这个就是持世咒，弥勒菩萨的根本咒。嗯，根本咒呢，每天念四十九遍，小声念，嗯，不许默念啊。念这个咒必须出声音，你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或者大家一起念也可以。啊，就得有声音啊，必须要出声。 啊，这个是要做到的啊！不许金刚持，声音小点可以啊。那我们带着大家先先学一下这个持世咒。嗡，南无惹得那他那呀呀，南无阿里呀，巴鲁 kitty。西哇拉呀。 पोतीसथ्वाया महासथ्वाया महा खलुखया था ओ मैंत्री मैंत्री मैंथला मलासे मैंथला संभावे मैंथुलू नाफावे महा महासमया स्वाहा ओ नम नमो आलिया पालु खेती शिवालय

महासमया स्वाहा नमः नम रत्नाथनय नमो आर्या पालुखेत्थे शिवालय पोति सत्वया महासत्व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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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महाकृनिखया ओं ऊं मैंत्री मैंत्री मैं मलासे मैंथरा संभावे मैंथुर नाभाव महासमया स्वाहा Om n a m o r a t n a Tanayaya Namo Alia Baluketi Shualaya i p o t i Satuaya Maha Satuaya Maha Kronikya Datiata Um Mentri Mentri Mentra Malase Mentra Sempawe Mentru Napawe Maha Samaya s w a h a Om n a m o r a t n a Tanayaya Namo Alia Baluketi Shualaya i p o t i Satuaya Maha Satuaya 我们再讲两个开始啊，有一个开始讲吃咒和念佛号，哪一种修持比较好？一般情况下，吃名号和吃咒是同样有效用的，但是哪一个更好一些呢？ 如果我们得到了某部本尊法的灌顶，受持了此本尊的真言，这一主修这句真言，在这种情况下呢，呃，在从师处受持学到的咒句，有着历代祖师的殊胜加持，变得具有特殊的力量与意义，所以比较容易达到成就。就是说修本尊法嘛，像我们往生兜率那边肯定是要修弥勒本尊了啊，以弥勒作为本尊。 呃，如果你从师长处得到了这样的灌顶啊，你像今天就算是一个灌顶，弥勒菩萨的灌顶及真言，而你又想认真的去修这个法的话，那上师传给了你这个咒啊，你也可以念呢。南无持世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呃，这样子念也可以。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呃，这样念诵呢，肯定有力量，对往生弥勒净土是有用。但是呢。 如果持咒的话呢，可能是更好，啊，这两个都可以。有些时候你在特殊情况下，特别你遇到呃特殊情况的时候，你就念名号就可以了，啊，吧？那平常修法的时候要念咒，啊，这个力量大得多，嗯，这个真言呢是佛的心咒啊，代表他的一切愿力都在里面，念这个咒就是跟佛相应。 历代不断的传承呢，这个法流呢有特殊的加持，持这个咒具有特别的力量。在佛经中哈，佛陀开示弟子持本尊咒的利益有及方法啊，这种情况下持咒和依照传承的仪轨去修诵是最有效的修持。 呃，在另一些经中，佛陀开示弟子称念本尊的名号，称佛的名号也有特别的意义。弥陀行咒是“嗡阿弥达哇塞”呢中的这个“阿弥陀哇”呢，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阿弥陀哇啊，就是阿弥陀佛,佛是应该念“不达雅”的啊，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不达雅”，就是念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陀佛。梵文应该是这样念的啊。 这个佛呢是我们的简称，本来是佛陀，佛陀的标准的翻译就是“不达雅”，啊，我们翻过来的时候没有翻成汉语，就是音译的哈、啊。本来是佛陀耶，是吧？我们的汉语就翻成佛陀耶，佛陀耶就是不达雅。那佛陀耶后来中国人又简称了，把耶去掉了，就变成了佛陀。后来再简称就是“佛”也不要了，就“佛”了，啊，中国人就是这样子喜欢简单，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啊。 那前称就是不达雅，这是梵音。但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呢，跟念阿弥陀不达雅呢，念哪一个更好啊？念惯了佛陀，你就念阿弥陀佛了，所以你肯定不习惯哈。持咒的时候啊，咒音不准确是不是无效啊？持咒的时候啊，如果能够依据最准确的梵文咒音持诵，自然是最好不过了啊。如果不能的话， 只能依自己的师长传授发音，自心持诵也是一样的。每个地方的发音是不一样的，他的师傅传的时候发音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六十大明咒发音都有点区别。嗯，不要太执着，尽量的要跟你师傅传的音要接近啊、嗯。在准确发音与信心这两者之间呢，信心绝对是较发音准确来的更为重要。 啊，要是你师傅传的你，你说师傅传的发音不准，那样的话就是信心不够，这样呢就不好啊。修持的人呢，不能修咒或者持号，如果对师长的教授或修持的法门有怀疑，这就不容易成就了。啊，也并不是说发音不重要啊，也不是叫他乱念的，随便念就行了。我们把“你本命后，你不能念成呢“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不行啊，那这样乱念。 这个就不行啊，还是要尽量的去接近这个音，但稍微有点点差别不重要。这里说，对咒与师长的教授是信心才是成就的关键，发音呢是否完美正确呢才是次要的啊。但是发音越准，当然成就就更大更好啊。他这里也讲了一个故事哈、啊，讲这个人呢是修土巴金刚的啊，他修的很好，念咒的时候呢。 具有各种神通力，他一边持这个普巴金刚的真言呢，同时手持一种叫做普巴杵的法器啊。因为持咒的力量，行者可以用普巴杵在大岩石上随意切画出深刻的痕迹，就像刀切豆腐一样啊。后来有一天，那个著名的洒家班智达啊，那是大成就者了啊，遇到了这位修行人，在讨论修持的对谈中，这个大师指出这位修行者的对。 专修的真言发音有误，正确发音应该是嗡、嗯、班扎七里七里拉呀烘呸。那行者呢就念错误了哈，他是念成了嗡、嗯、班扎叽里叽里拉呀烘呸。大师离开以后呢，这个人呢，他觉得还是要听话，他就放弃了这个错误的念法，就开始标准的发音。但是呢，修法就没有效果了啊，他这个普巴楚啊就切不动石头了。后来呢，他还是回到原来的发音。 哎、啊，他能力又回来了，那就是说，最初传给他发音的这个上司啊，他是以那个音，他一念习惯了哈，叫他改过来，效果就没了，就差一点点啊。就这个虽然发音有一点点误差，但是呢，他因为信心好的话，嗯、呃，就是说你最初怎么念，那就怎么念了，已经改不过来了。他念了好多年了，你叫他再改过来很困难了，啊。 这位成就者哈修法时用这个普巴杵在大师上刻画的这表面上有无数刻文的大师，现在已成为西藏的朝圣地点。啊，在西藏有很多的大师说话或者念诵带有浓厚的地方口音，翻译呢就会出现一些误差。以后你们听到可能弥勒州有些地方跟别的大师念的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就不要改了，师傅怎么念你就跟着怎么念就行。 念诵的时候，我们也是尽量的跟上司念的一样就可以了。我们在念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小心的纠正自己的发音吧，让自己的念的跟上司念的尽量的能够一样。嗯、呃，也是这样子的啊。但一旦确定了以后，就不要改了啊，就习惯了，就一直这么念，就一辈子都这么念下去就可以了。这是很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呢，刚才说念佛号、念咒呢。 如果有传承的话，念咒当然更好啊。没有传承的话呢，念名号更好。有些咒呢，包含了它的名号在里面，像我们经常念的释迦佛的“摩尼摩尼摩哈摩尼耶苏哈”，这就是带着名号的咒。这个是肯定的哈，就是佛号也有佛号的作用。嗯，那特殊的时候还是需要念一念佛号的啊。那念咒就效果不一定好。 像我这次在景德镇里有一个病人哈、啊，他是附体了，见到我的时候他就胆子也很大，就跑过来说：“我对你没信心，哎，你怎么能够让我信有信心呢？”嗯、哎，他就有附体在身上，在我面前东划拉西划拉做手势哈，是手印。后来我们就几个人在一起，就给他念，就念阿弥陀佛啊，念念啊。 阿弥陀佛为主，就念佛号，因为他平常可能就知道佛号了。你那个时候你给他念咒，可能不一定有效。后来念了念六字大明咒，那都还不错，都有挺有效的。后来他马上就改变了，啊，一次基本上就给他转变了。嗯，念完以后马上他就开智慧了，说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讲佛话了就，嗯，当时那个。 他们听得都很震惊哈，就是，也是也是，主要还是信心的问题哈，主要是看众生的因缘啊。如果他喜欢佛号阿弥陀佛号，就念阿弥陀佛；，有喜欢观音菩萨，就念观音菩萨。但是现在我们末法时代，西方净土好像比较普遍啊，网上都在内院的这个发愿的人呢，好像不是很多啊。其实呢。 这个也不一定啊，你们大家可以重新观察一下自己。嗯，有些人是跟风啊，明明你跟弥勒菩萨有缘，他非得去西方，反而到时候很困难。嗯，你还不如改过来，根据自己的因缘哈观察。你可以观察自己一小段时间啊，因为你还没这么快往生嘛，是吧？嗯嗯，你观察一下到底自己去哪个净土比较合适。等观察完了以后，确定了以后就不要改了。 啊，你就专门修哪个净土？嗯、啊，修这个弥勒净土呢，有一个简单的仪轨，简单的仪轨也挺麻烦啊。因为我们传的这个咒哈、啊，那么呢就不用这个简轨，但是有些地方是可以用的啊。就是他念的有些咒，我们可以不念，我们就念今天传的咒就可以了。 但是前面的这个皈依发心，那都是一样的啊，因为第一念就是发菩提心，皈依发心这里面就包含了菩提心，为利众生愿成佛嘛，是吧？嗯，这里所有的都包含在里面。你说我们要按照这四句话去做，以我布施等功德，布施啊，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个善行啊，白发种子啊，这是有很多，皈依三宝、了，发菩提心都包含在里面。后面是观想哈。啊 空性中呢，自身以凡夫安住之心轮处，自心化为金色种子面，嗯，这个面的是,是藏文的一个面子啊。由彼放光供养释方诸佛菩萨，令彼欢喜，并感尊心，扶持光色回融入面子，彼自圆满化现，自身即。 迫切烦迷的尊者，这个是修本尊法的啊。声色如纯净一般，一面两臂，说法应念乌巴拉花，二花延伸至两耳上方，盛开至花心上，右方是宝瓶，左方是龙树。尊者以三十二相八十随行。 好为庄严，放射出无量光芒和光具，佛身明净光明，令人百看不厌。鼻头上有白色的嗡字，喉间是红色的阿字，心间蓝色的吽字为标志，并放光，引请如所修本尊之智慧身，与金刚四具融入自身，无二无别。心中种子之,之再度放光，引请五方佛眷属降临。 这个是观想哈，这个观想就是非常重要。在自信的空性中，首先需要修空性，没有修过空性会的人，修这个法呢就会着魔的。所以说，一定要先破我执，乃至破法执，我法二执都得破，然后再修本尊哈，才能修这个法。这是属于密法了，它有观想。这个金色种子这个便是那个弥勒佛的这个种子字。 字，它是在心轮处啊，心轮处画出金色种子字，右笔放光供养诸佛菩萨，令彼欢喜。然后呢，这个光回色融入面子啊，融进来以后呢，光啊收回来哈。啊，笔字圆满画现，就是自身画出弥勒菩萨的样子，变成跟弥勒菩萨一样，纯金色放光的一面两笔，啊，接说法印。 捻着这个乌巴拉花，呃，两个花上，右边是宝瓶，左边是榕树，呃，就是这样子啊，这样的观想。有这个观想的话呢，以后往生的品位就是很高，到那里很快就见到弥勒佛啊。第四呢，就是进献八供啊，这个八供呢，就是沐浴水、饮用水。 鲜花、馨香、明灯、图香、美食和机乐，这个差不多的。这个观想呢，还是比较复杂哈。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这样修，我们现在就先念咒，先观想弥勒菩萨就可以啊。然后慢慢的来做这个后面的事，因为我们现在的菩提心啊、空性慧啊都不够。 所以说我们现在主要不是修这个，我们现在主修的是什么？武力，是吧？修心愿行，这个是主修的。那么这个仪轨呢，让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还有仪轨啊，少修啊，就是持咒就可以了。再念一下发心，观想一下，呃，空性会啊，呢供一个弥勒佛，是吧？你要想往生，神弥勒的内院当然要供弥勒佛。 嗯、呃，当然供弥勒佛不是供那个布袋和尚啊、哦，要供那个本尊的弥勒佛，他是有戴着那个五冠的，他是坐着的哈。这个弥勒佛像呢，就是嗯，张帝有，我们汉帝也有哈。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弥勒菩萨的那个像呢，只能说是他是弥勒菩萨的一个化现啊。供那个呢，呃，不太如法啊。我们汉地人。 觉得弥勒佛是那个样子的，其实弥勒佛不是那个样子的啊！他佛尊是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为庄严，那个可没有三十二相啊！那个我们平常看到的布袋和尚的肚子太大，嗯，没有三十二相啊！那个是佛的一个画像啊，那个、是化身，不是报身的。我们要观报身的啊！你要是看到这个弥勒佛的真相的话，那是。 真的太耀眼了啊！总的来说，就是主要是往生的条件哈、啊，你要记住十方差土往生的条件都不会相差太大，都差不了多少啊！不要打妄想啊！不要想着我这个德山内院这么容易，我是吧？真的这么容易的话，佛就不会说西方净土了，还说什么西方净土啊？这么简单就能去？ 比那个容易一万亿一倍了都，嗯，那个太容易了啊！如果这个只要行一些十善业，然后心目一下弥勒净土，嗯，然后拜一拜弥勒佛就可以去的话，那极乐净土就没有意义了。嗯，这个法呢，是真正的要传最后的这个仪轨的话，你要具备修密的资格，那个时候就不是在这里传了。啊，在这里传好像还是不合适。 但是你们可以念那个咒啊，嗯、呃，我们今天传那个心咒，你可以念，先结缘啊，这些发心啊、回向啊都是差不多的啊，积累资粮啊，五力啊，我们只要记住积累福德资粮，往生西方净土也是这五力啊，往生这个都在内缘，也是这五力。 你们要想往生这个弥勒净土的人呢，要好好的读一读弥勒菩萨的经典。佛经上有很多讲到弥勒菩萨的这个经典，《华严经》里面有啊，《圆觉经》里面有啊，《阿含经》啊都有，《方等经》里面，还有《般若经》里面，《涅盘经》里面，呃、啊，好多经典里面啊都有提到弥勒菩萨。还有佛有专门讲的几部弥勒菩萨的上升都在天经，还有下生经啊。 那佛说的《弥勒大乘佛经》，这个总共讲了《弥勒》有六经啊，就是完全讲弥勒菩萨的啊，就讲了好几部经啊。那其他的经典里面提到弥勒菩萨的，那就更多了，啊，多的不得了啊！好多经典里面都有提到弥勒菩萨。嗯、呃，弥勒菩萨呢，求唯识心观。 啊，这在末法时代呢，这个唯识心观呢是很适合我们末法众生的修的。这也说明了呃弥勒菩萨呢跟我们有缘，因为我们过去生中都跟着弥勒菩萨修过这个法，所以说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汉帝，嗯，玄奘大师啊，这个呃唯识中带回汉地来以后，特别盛行的，在知识分子里面啊，到末法时代的唯识中也要盛行，这也是代表弥勒这个净土会盛行啊。这个讲唯识的哈。啊 唯心实定，入山摩地，燃灯佛出现于世的时候呢，弥勒菩萨呢，乃得成无上妙缘实心三昧，释放为实哈，实、啊、心圆明。你们看这个历史上讲唯实的，学唯实的啊，这唯实讲的好的，就是跟弥勒佛有缘的，或者也有可能就是弥勒的画像。玄奘大师他就是往生兜率天的。 禅宗的祖师多数都往生兜塞天，往生西方的少，啊，往生兜塞天的多，大部分的禅宗大德，你看他们都是要去弥勒净土的啊，他们甚至现在哪都不去，那种一般都是最后去弥勒净土，啊，不离开娑婆世界的啊，只要你发愿不离开娑婆世界，一般来说就是往生兜塞内院，啊，自动就回向往生兜塞内院、啊，因为这个。 都在内院，就在收获世界。好，今天就讲这么多。